分钟快结束，快！七很简单的，七不是这样轻啊，七呀！我们差点忘记了，那是等队友输死。竟然还有心情玩？你们以为扑克牌很好 C 吗？这可是特别定做的大尺码扑克牌，想要顺利过关没这么容易啊！不过在这里还是好心提醒你们一下，虽然牙膏这个口臭指数是零，哎，但是还是要小心，它还是可能让你中标哦。爱心三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拜失利了，好啦。惨不好意思哦，失败的话，坏一条，七号就是。才小小的第一关，两组全军覆没，你们可是要多加一点油啊！专摆迷你的蜡像馆，竟然也有弟弟的蜡像，红片香江，所以也有我们这个棒棒糖弟弟的那个蜡像。哦，这是小马，好像哦，而且听说他最新型的，只要按一下，他会讲他最经典的台词。敢做独步全球的高科技蜡像，广告后即将大曝光。在刚刚公主帮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在两分钟之内向路人问出刘德华要梁咏琪的本名，不仅没有问到，还被白眼呢。而渣门的宅男叔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要五个人必须要两分钟之内用嘴对嘴传十张扑克牌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很困难呐。总之，两组在第一关都失败了。想必是受了舟车劳累之苦，哎，肚子饿了吧？好了，让你们先吃个饭，再继续进行宣传和咱们小游戏了。看看这高规格的享受，不仅总监 Andy 哥亲自我们倒壳了，还有专人负责创菜，记得多吃一点啊。第一下的游戏可是很消耗卡路里的。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拍宣传照的部分啦。哎，肚子既然填得饱饱的，不要忘了摆出帅帅的 pose 啊！拍完还有刺激的游戏啊！哟吼！刚刚已经拍照完成了，我跟你说，趁展览署现在在拍照，赶进度。展览署谢宗玉，你们去拍照吧，怕的要死，不敢来这里玩。所以我们现在赶紧玩这个，快点玩。对，我们快马连线完成，就要选一个。刚出这个馊主意的，对，我想说毁了。我想说会赢的，选一个幸运的号码，让他这个更多选择。六号。啊，我知道，6278片，所以我们选个六好了。先不管你什么6278片是什么东西啊，你们抽到的题目就是说了团员用身体摆出个命字，哎，撑超过两分钟就算过关。那命字都什么姿势呢？赶快来看就知道。预备，开始，命，动，动了，动了，输了，我屁股好酸啊！完了，老人家，等一下，有人在倒了。要要你知道你有多危险吗？你刚刚差点跳楼啦！只不过玩个游戏而已，有必要跟自己的骨头过不去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就是来二十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会中，中了我们随便就。真的，这个道理。马上就来看看男人的二十号吧。抽到题目就是同组组员在三次机会之内要做出相同的动作，三次全对才可以过关。这个游戏只要有一个人害群之马就完蛋了。第一题送分啊，宅男叔，加一，哇，好，来第二题，好，我想一二三再比出来啊，第二题就是汉奖，一二三，我靠，
幻想不是应该这个吗？是不是我就比那个？你要不要说话他？我觉得是可爱。我幻想先第三个，我要出哪一点？不要让过关的路毛。我来。好，第三题来，一二三，牙膏。我自己有点不想做。有一个人，他是希望他情不愿。因为我们好啦，算你们过关了啦。牙膏牺牲了20个，签下去。哎呦，我想去。哎呀，牙膏这不叫牺牲，这叫拥有个人的强烈特色，明明就是件好事情。顺便恭喜你们，没有沦落跟公主帮一样被中洞卡死的下场。好啦，你们要来进行宾果部分啊，选一下号码吧。我觉得这时候最好选8号。我不知道，我干嘛选8号？我至少有预感，今天我们可以拿第八号发财，好不好？哦，就1号了，好不好？1号题目，跟什么？跟。宅男鼠选到了1号，就是蒙眼丢球。哎，顾名思义，蒙着眼睛用球丢到目标就可以过关。而目标是什么呢？看了就知道。十字圣好不好？跟强棒高出级了，有没有？推去哪了？我不知道。他妈还在想推在哪里啊？啊！你没够球啊！不能那个，要讲的要讲的。好嘞。右手举起来，右手举起来，右手举起来。我来康城，你要往下走，往下手，往下走，身体蹲一点，蹲一点，蹲一点。好，对，好，脚打开，脚打开，脚打开。对，好，对，这个位置，一二三，往下。你腰部哦，你腰部直球。球速，球速。弹跳多高？弹跳多高？我这方向正确吗？正确，正确。你丢得重，那丢得吗？低一点。左手预备，直球。让我先预备。他好表情哦，有看出一些端倪的。那是表情。我觉得我预感入戏，入戏。快点，他看到他的战斗指数竟然比我高、啊。蒙眼，你是蒙眼侠，完了完了完了。靠近。我会发出声音。Hello。夜魔侠加油。我是丫头。好来，丢啊丢啊丢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好吧，对，男主过关。小手腕那样，是的，然后我们一下，然后伸卡，然后稍微回来一下，伸卡加回转球，对，乱开了，好啦，你们又过一关了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这关我们又过了，吉祥象征的。二完蛋了，刚宅男鼠已经连成2颗了，真的，我们一块要把这个连起来，快去选号码，选号码，我想到，好了，帮我们选5号，好，5号，公主帮选的5号就是1分钟之内5个团员都要吃到摆在额头上的洋芋片，而且只能靠脸部的肌肉活动，不能用身体其他部位帮忙啊。首先发难的就是阿粉嘛，放头上啊，额头上。好来哦，啊，我这额头已经很油了，再加一点油，再加一点老人汗，真的是香，我的眼睛出来了，经过眼睛的时候，老人汗越香。来，准备哦，计时开始。太难了，阿粉加油，快点，加油，投第一眼，投第一眼，这投牙一眼，快点，为什么觉得？蒋哥，这个嘴唇不要抖。颜面神经有开始。五官比较深呐、啊，你看这马的脸比较长、啊，他用眼睛去夹，哦，好，你看你眼睛，哦，这个卡太厉害了，夹到他，哇塞 ，nice ball，oh my god， 对啊对啊，这个高，夹到往左边，有了，快，好厉害厉害，加油，怎么跟笨蛋一样？OK， 这样，我们来，用鼻子去动它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舌头去舔它，快点，对，你要帮它，才会动，快，快，野兽在吃东西，野兽，有了，快点，有了。